游戏玩不好，喜欢凑热闹。大家好，我是布灵冰糖葫芦。年少不知张角好，错把陆逊当成宝。之前给大家出了一期不怕火的最强藤甲张角，很多小伙伴说是因为投稿人烟雨不称剑，张角四红才可以做到。今天糖葫芦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阵容的纯白版张角，从开荒到结束一对到底。宝宝这个赛季首发也是他，已经上了战场，真的不亏哦。今天感冒一直流鼻涕，又很想坚持日更，喜欢的小伙伴听听歌，点点赞哦，欣赏一下战报。关于是否可以张角主将，战法替换一些重点的地方，我会尽力的给大家讲解说明。战报来源龙骑洞主烟雨不称剑，战报有白版张角。刮骨可以换御敌，法正张角加智力，城普加桶，城普带盾宝提高草船急救，藤甲减伤，还可以额外加点速度，超过法正先发动草船，建议尽量带，能提升很多。一定要用法正主将，法正最好能两红以上。